啊，第二啊。啊，咁嗱嗱，咁你話學嘢啦，咁我而家話有好多啲氣功醫病嘅免費講座，仲話七日內可以打通你任督二脈喎，點睇啊？咁啊，可以走去聽下，同埋可以走去試下點樣個任督二脈啊，點樣叫通，點樣叫唔通？一毫子你都唔好俾，最緊要記住呢樣就得啦。總之俾錢就唔制，堅持，總之一毛不拔。等佢開埋檔講完之後，咁你啊走得。如果佢唔俾你走啊，告佢非法禁固，打電話報警，係咁簡單對付呢種人。好啦，另外一樣補充啦，逢係嗰啲無厘頭嘅大陸仔嚟搞咧，就千祈唔好鬥，佢都費事。